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婉嘉老师。那这个次我们要讲的单元是圆的标准式。那上一个单元呢是圆的定义，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，那大家还记得圆的定义是什么呢？那我们来想一下，我们怎么画一个圆，是不是使用圆规？那使用圆规的过程中呢，你发现圆有哪些要素呢？好，第一个就是圆心，第二个就是半径。那圆心其实是一个点，半径呢是两点之间的距离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先来复习一下点到点的距离公式。那 XY 平面上的距离怎么表示呢？那我们今天假设一个特殊的状况，从原点出发，然后到平面上任意点 XY， 这两点间的距离怎么算呢？那大家你想想看，从原点走到平面上任意点，那你把它分成两个动作 S 跟 Y， 那你是不是看到一个直角三角形？那我的距离就是这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，那两股分别是什么呢？好，两股就是这个 XY 坐标的绝对值，所以我们的距离就可以看成是两股平方和开根号，所以呢公式就是长这个样子。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，那例如说从原点走到52这个点的距离是多少呢？那大家你可以想象，我从原点走到52是不是可以往右5再往上12，所以呢这段距离就是这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，而两股分别是52，所以我们的距离呢就是带这个公式，好，根据宾士定理，所以得到5平方加12平方开根号，所以呢这个距离是13。那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，以原点当成圆心，半径是5，那圆上会有哪些点呢？那大家很直觉会想到，其中两个点在 X 轴上，从原点往右5单位跟往左5单位，那这得到两个点一定是跟原点的距离都是5嘛，所以呢50跟-50一定在圆上。好，那同样的道理你可以找到在 Y 轴上也有两个点，那目前有找到4个点，那还有哪些点会在圆上呢？那它落在圆上会有哪些条件？是不是到圆心的距离都要是等于5？所以如果你对毕氏定理比较熟悉的话，你可能会直接想到像43这个点，它到圆线距离就是5，因为根据距离公式，它们平方相加开根号等于5。那还有哪些点做得到呢？好，例如把这两个43交换变成-34，好，就会得到这个点。那它到圆线距离一样是5。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，圆上有多少点呢？好，应该是无限多个点吧。那这么多点要怎么用？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描述出来嘛，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找出一个通式来表达出这个圆的图形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以圆点为圆心，半径5，那这个圆上的点都满足什么式子呢？好，圆上的每个点到圆线距离都是5嘛，所以我们把这件事情翻译用距离公式讲一次的话，就是 x 平方加平方开根号等于5。那我们把这是两边平方之后呢，就得到x 平方加平方等于25，那左边就会得到一个没有根号的式子，而这个25呢就是半径的平方。好，那这就是圆的标准式。好，那今天所有的圆它半径一定都是5吗？如果不是5的话，那这圆的方程式应该怎么写呢？所以我们假设一般的情况，假设半径是 r 的话，那圆上的点到圆心的距离也都等于半径 r， 所以呢x 平方加平方开根号等于 r， 这时候两边在平方之后就得到了 x 平方加平方等于 r 平方，所以呢右边这个部分是半径的平方，那这个 r 半径如果是4的话 r 就带4，半径如果是1的话 r 就带1。那我们来做个练习，那同学看到这个题目，例如说第一个圆心是圆点，半径是1，那圆方程式应该怎么写呢？好，同学这边可以先按暂停键，自己先思考一下。好，那这地方呢，圆心如果是圆点的话，按照刚刚的公式，所以半径平方1的平方还是1。那半径如果改成根号3，那半径平方就是3。好，所以等号右边是等于3。那反过来给你一个圆方程式，可不可以反推它的圆心跟半径应该是多少呢？那因为长这个形态的圆心一定是00。
那半径的部分，因为平方是10，所以什么东西平方是10呢？答案是根号10。那以此类推，好，下一题半径就是根号7。好，那是不是所有的圆心都在原点呢？好，不一定，对不对？今天假设如果圆心移动到一二的话，那这个圆方程式应该怎么形容呢？其实同理哈，你看圆上的点 x y 会满足什么式子呢？它到圆心的距离都是5，所以假设 p 是 x y 在圆上一点，那它到圆线距离等于5，所以把这件事翻译一下，就会得到 x 减一括号平方加 y 减二括号平方开根号等于5。那我们一样把它两边平方之后，得到一个没有根号的等式，所以左边呢就是距离的平方，而右边呢就是半径的平方，这就是圆的标准式。那一般的情况来看的话，假设 HK 是圆心，半径是 R，那圆的方程式怎么写呢？好，模仿刚刚的做法，XY 是圆上一点，它到圆心的距离都是半径，都是 R，所以呢翻译这个式子就得到 x 减 h。括号平方加 y 减 k 括号平方开根号等于2，所以两边的平方就得到这样的式子。那它的特征 HK 你减掉的部分就是圆心，然后半径呢平方就会放在等号的右边。那我们把它特殊的情况来看，如果圆心在原点，是不是 HK 带00？那你就得到一个 x 平方加 y 平方等于 r 平方这个特殊的情况。所以这个就是圆的标准式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练习。例如说，今天圆心如果是零负二，半径是六的时候，那这圆方程式长怎样呢？好，所以呢，根据我们刚刚介绍圆的标准式的形态，x y 减掉圆心，所以呢，减掉圆心 x 减零还是 x。好，然后 y 减掉负二，就会负负得正，得到 y 加二。好，这是左半边。那右半边呢是半径的平方，所以六的平方得到36。好，所以呢，下一题大家呢可以先按暂停，自己思考看看答案应该是多少。好，那同样的道理，xy 减掉圆心，好，分别减掉13平方之后，那右半边呢是半径平方，所以根号5的平方还是5。那反过来呢，能不能求圆方程式反推它的圆心跟半径呢？那我们来看 x，看到这个 x 平方加 y 减3平方等于1这个式子，那 xy 是圆上点。那圆心应该要多少才会让这式子变成这个样子呢？所以圆心应该是03，好，因为没有减，所以它的样子是维持原来的 x。那什么东西平方后是一呢？好，右半边的部分，所以还是一。那下一个问题，如果圆方程式的形态长这样的话，那圆心跟半径应该是多少呢？好，圆心应该要多少它的圆方程式才会长这个样子？所以圆心应该是-1、0。那半径平方号是3的，所以半径应该是根号3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有一个体验的活动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用过 Desmos 这个画图的软体？那你可以用手机扫描这个 QR code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到这个页面，然后来操作这个图形。好，各位同学，你现在应该会看到这样的页面，那在手机上或电脑上都可以操作。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扫描 QR code 的话，你也可以打 Desmos，然后上面这个字体，你也可以搜寻，好，直接进入到这个页面。那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圆，那左上角有一个式子，好，这是一个不等式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试着把这个不等号改成等号，大家发现什么事情？好，刚刚的圆，好，原本有里面的部分，现在只剩下外面那一圈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们改成大于呢？好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就会变成圆以外的这些区域。那所以呢，这个符号分别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改成等号，是我们刚刚熟悉的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 x y 好是这个变数，圆上的点到圆心 a b 的距离都是 r，好，这个圆。那小于的话，对不起，小于的话呢，好，这些点的距离，这些点都会在这个圆里面，好，所以形成的区域就会是在圆内的这些点。那如果改成大于的话呢？好，它到圆线距离好都大于半径，所以形成的点呢都是圆外这些点。那我们用等于来看一下这个情况，这边的 abr 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意思吗？好，我们来改变一下 r 的话，你拉大，这个圆是跟着变大，所以 r 是半径。
好，所以呢，变成零的时候越来越小，哎，变成零的时候就没有了这个圆。但是如果是负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这个圆又长出来了。大家想想是为什么呢？好，大家看一下右边的部分是半径平方 r 平方嘛，所以呢，你带圆 r 带负四跟 r 带正四的情况，好，在这地方是一样的。好，所以呢，这地方正负对这个圆的方程式是没有影响的。那 AB 还记得是什么吗？好，我们改变 A 如果变大的时候，它就往右移。好，也就是原先 x 坐标增加了。A 如果是负的话，如果是变小的话，就往左移。好，那 B 的话代表什么呢？如果是增加的话，图形就往上；减少的话，图形就往下。好，所以 AB 呢是这个圆心的位置。那就有一个很好玩的功能，大家也可以使用这个让它自己来移动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软体其实是很动态的，大家可以自己尝试看看。那今天呢，如果我们把它的样子改一下，改成把这个 r 平方呢改掉，改成 k。好，那它告诉你有一个新增滑杆这部分。我们把它按下去，那所以你看到这个式子里面已经没有 r 平方了，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删掉。那这跟刚的样子有什么不同呢？好，那根据原方程式，我们知道等号右半边其实还是半径的平方嘛，所以呢，当 k 在增加的时候，好，它图圆心越来越大的。那 k 如果等于零的时候呢，好，圆不断的缩小、缩小、缩小，到最后变成是零，对不对？零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点。那这图形上是比较看不出来，没有办法显示的。好，你可以想它是逐渐缩小变成一个点。那如果 k 是负的呢，其实你会发现这边时候这边就已经没有图形了。好，所以呢，大家可以自己试着操作看看，看你们发现其中有什么更不一样的功能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个单元的内容，如果同学还有其他不懂的部分，可以再重复收看影片。谢谢大家。